每个人都会经过这个阶段，见到一座山，就想知道山后面是什么。我很想告诉他，到了那边，你会发现没什么特别。回头看过来，可能会觉得这边更好。他曾经很喜欢我。说起来很奇怪，每次我离开他远行的时候，天都会下雨。他说是因为他不开心，我是因为这个女人才喜欢桃花。每年桃花开的时候，我都会见到她。人家说一个人有烦恼是因为记性太好。从那年开始，我忘记了很多事情，唯一有印象的就是我爱桃花。